等你用。好。嗯。你搞手榜习惯。没问题，那我们搞。腰热，秘密都不是，不是没插好，啊，等等一下哦。嗯。你看起来奇怪、欸，有感情缺啊，我没反应。不对，等一下。嗯。
很尴尬的事情，为什么我的不是全黄面呢？确定，来吧来吧，好了哈、哦，嗯，确定好了。你要选择这样，而且你带其他玩家选择出这个单位。东西要按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是我要做什么？是我的问题。你要选择储存单位，因为这是我的记录。我没有储存。一来就那么硬的。就上次玩到的地方啊。对，我知道硬的。这个是会去来弄来弄去的。先看一下，要有白饭，白饭的路。当你煮白饭，你要把饼丢出来。一个是鸡肉，切的再来那边。哇，我去，六号这边。鸡肉丢我前面，丢我在前面。鸡肉丢我前面，把肉跑到旁边去，就这样吧。嗯，我和你，这个鸡肉的，好的，谢谢。这一关我们上次有卡。对啊，上次有卡。我是有印象的这件事。OK。你的饭怪好了。嗯。
连一颗星都没有，我们好退步哦。是，我才跟你说第一关就容易，我们在熟悉哦，而且这一关最卡。再练，再练，再练。我觉得我们先欠缺一件事情。怎样？饭锅跟炒锅交换一盆。哦，好像可以哦。对啊。大家可以互相做，互相。对啊，一人做一道嘛。对，因为切切然后一直交换，我们会来不及。啊，米也会交换，我们就米。好。记得给我们。好的呀。我可能要蘑菇。就有下面有百香果，哎，我做第二道，你要第一道，哦，第一道，你不用丢饼，你给我自己会做，你不用担心我，真的，兄弟，你不用担心我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！我走，我走，走。是肌肉那一道没做到。对啊，一刚要切了，来不及。边上面还有盘子哦，我故意没有用，这边没有。来得及救你的饭。倒立。下去了。休息啊，休息啊，队长。行，快点，两颗吧，好吧，就这样子吧。我就烂，我就烂，这一关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就烂。没有，我们前面那时候好像很多关就两颗星就算了。是没错、啊，但是这一关我记得我们这一关好像还是两颗星。对，我们上次也是两颗星。对啊。之前有一次记录很高，就是那时候打服务也是很多都直接两颗放他过啊，不放他过，那就是不放自己过。也就是不放过自己啊。OK， 走了。我要跟他讲话，
还说我们的时间不多，干就是你最多的时间了，就你在累，就那么醉，自己一醉，真的，所有关都一样，干自己，自己一醉，没关系什么呢？两边是不是靠中间的船左右移动？先上岸去用我的。我要去用那边好像饭锅，哎，饭锅我这边有两个。没有负责切。海苔饭锅，海苔，这边还有什么？汉堡包。汤把东西掉了。没有切。切不来吃。你盘子在中间啊。你跟我讲过去就好了，你有需要这样智商吗？哎、欸，我在这里。靠呗！哦，我们转弯有个进去吧？这我怎么救？来喽，送三点哦，帮我送。第一道是这个吗？嗯，然后第二道是送来的，一直都有。好笑、哦。哎、欸、哎，没关系，你拉回去吗？我自己再拉走就好。自杀式拉走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刚想说，我好了，我赶快去用下一道啊，我要去换，没换。这个下一个的方法我不知道怎么救。你下次救。汉堡加肉。你汉堡有啊？汉堡加肉。汉堡要多，汉堡我丢过去就可以了。不行啊！不行。你要加热啊！锅子都在你那。汉堡加肉啊！啊，肉要接的。都要煎呢，然后你那个海苔把每一个都包一包啊。有没有盘子啊？我要回去。等一下，好，回去，先送那一道，先去送那一道。你送完怎么？你去送。来不及哭吧？你可以计较什么什么的，拉走拉走。拉走，拉走。哎，那就肉没了。对啊，那直接有吃掉了。而且这个好像不能摆在那上。你要用海苔，你要用海苔，你带什么？你要用海苔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你看，不行啊。鱼呢？好啊，一定要盘子。是啊，它不能直封。对啊，不行。对，那所以就是我的重点。你锅子放着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没有，我要等你那个肉啊，那个肉不是要肉。我好像丢不过来。好，你拿得到吗？哎、欸，拿不到，拿不到，拿不到，它掉下去了。可是我没得放啊，宝贝。随便一个。去吧。哎、啊，其实我死了。你看，这关有点乱，哭啊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等下怎么做？对啊，应该是盘子为优先。那我盘子尽量放上下两个，中间两个放食材。啊，你负责抠，你要什么食材？我在对。啊，还是我看着做，我看着它上面的做。我觉得第一个一二一二先。对啊，一个一二一二一二就可以。连一颗心都没有，有点惨。我还不顺手，没关系啊，我也不顺手啊，那么久没玩了。我们需要热机，好不好？你先过去你那。哦，好。嗯。好，我先拉回来我这。你先煮饭什么？第一个是黄瓜，你海苔也准备一下。
有，准备好了。黄瓜鱼汉堡肉。对，黄瓜鱼汉堡肉是什么？肉先拿去点肉先肉跟鱼都先拿去點。好。嗯。然后那个汉堡等一下，还是你先上，先上。先上，等一下再开过来接那个汉堡。你汉堡先放旁边，然后先下。啊、我这里等一下还要再过两个汉堡肉，哇，还要一个汉堡，对啊，所以刚好衔接。来台红瓜，先把汉堡肉，那个先放旁边，先放旁边，我这边过不了。你那肉上了吗？你先去丢那汉堡，那个汉堡快来不及。不要失去黄瓜跟鱼。有聪明，然后还有汉堡肉，好的汉堡。我先接汉堡肉，先汉堡肉拿去，然后我先把这两个放在盘子上，然后再你，好，我先过头去，好，我等下去切汉堡。汉堡肉不是给你，你只用饼皮一起上肉。我知道。要等你传过来，等你传过来，再切哦，要切。我来切下面两道鱼跟黄瓜。下一个是，下一个也是白的，这是鹅肝。你要去哪？你那边也超满。哦，他还抖动。快先去，没关系，你先去上那個，不要管我，先不要管我，先去上那个，对，黄瓜在，够，再回去，换掉一个，换，然后海苔，好，你过去。然后继续洗，我要两个，我要一个。板子好滑哦，板子怎么那么滑啦？差一点，那刚刚那个不要攀啊，上去就没事了，攀的。想说一次都可以好一能到，来开个光。旁边，哎，停！又，镜头。真的。长得太自然。长得太像 B 图。这个是动攀会飞而已，应该还好。汉堡肉。肉，然后红肉，豆瓣一个，然后再切肉，你切，哎，
你这样也会下去啊？对吧？啊，有被接起。那个汉堡差一个骑士啊，很不错。东西主要还是肉味。肉我处理，你去处理别的。可以挡起来，不用拿手，我再走。下个是七。你这是肉是好的吗？嗯。拿到的是番茄。哎，过不去啊！番茄是我进不去。我帮你解决。这个王八蛋。
看是什么肉，鸡肉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是肉，在我手上。哦，已经有了，你移动，你移动，要去切，要去切，要去切。放一只金鱼的，好，你先捡好那个鸡肉，捡好那个鸡肉，我怕等一下一下去。这是团队作战。那个盘子，盘子上上面。好，先拿着一盘。好，二，你，我是二。好，三在你手上。你开车，最可怕的，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来了，盘子拿下来放，上面上面上面，不是，你现在去拿张盘？对啊，我说最可，我说最可怕的事情来了，我要先洗张盘了。我去，一起，应该可以一起吧？不行，你不能拿。Okay, 好，开车吧，船长。等，比较上。然后一个这个蘑菇，然后一个鸡肉，鸡肉蘑菇拿好了。蘑菇，两份的。鸡肉蘑菇拿好了，我们就往前。来，拿碗，拿碗。我帮忙啊，龙源。放下你手中的鸡肉。没办法，那个是需要拿的啊。来，再拿一个蘑菇。来，先去跟大姐吃。好，今晚乱了。啊，你要的主事锅，这真来不及耶！这来不及耶！我是贪心的那一位。你来控制啊，你来控制。走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来切，来不及了啦。没办法哦，这个我倒不知道多吧。你还丢给我嘞？哇！我想放下。好啊，你控制吧。哎，两鸡吗？没两蘑菇了，不用啊。而且太淡。在鸡嘛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错了吧？蘑菇先啊。蘑菇它是两蘑菇吧？靠边，啊，随便。好了，不管，就是一次。应该结束了啦。对啊，最大效能一次能上多少升多少。对啊。我没啦，500多应该有了吧？那个怎么走不了啊？紧绷就这样啊。但那一道不做也是浪费啊，也是啊，对嘛？你看多那一道过了吧？过了吧？有，被捡了之后还加回来，对啊，是有过了，被捡了之后还加回来，神操作，漂亮，神操作哦，这个又是麻烦的那个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传送阵啊。嗯、然后阶梯会消失的那个，松饼、鸡蛋，然后要切，然后还要蒸呢、欸，搅拌完之后要蒸，啊、蒸完才能上。哇，他哭啊，有点累。看一下菜单吧。无论怎么样，面粉是要下的。我靠，真准！这应该不会不见，只是要上上下下。蛋没，蛋跟那个面粉一起擀。巧克力要去切。有了，那个单纯的就是那个，你要变成要拿起来拿进去。这里吗？对。很值。这个先。
他就没楼梯啊，我会不会上去？听错歌。他上面的上面那个吊才是一人拿一袋面皮。飞到哪里，它就是从哪里下。上面不是还有一个？现在缺盘子。喂，我还是看不懂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现在是飞那边可以一下飞那边。我等一下跟你详细解释一下。应该过吧？不知道，我哪知道这机底是？巧克力在我手上。哇，我刚刚500多了，哎，900多了。可以。那我们超这一关却超过哎、欸。因为这一关好用啊。不是，它有两个门，然后就进去之后，然后从底下那个门出来，然后上面悬空那个门在干嘛？悬空的上面的门它会左右，然后你看它掉在哪，你觉得你进去它的时候它就掉。可是我有时候进去要从底下出来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那是你从上面进去的时候。我
就是你从下面进去的时候，它会从上面的门掉下来；而你从上面门进去，你只能在中间的中门出来。啊，是啊、哦。嗯。哇，我是奇怪，奇怪，我怎么进去了都是？你怎么一直 tempo 不太对？所以我很少走上面门，你看到我都在走下面的地方用具。搞不懂就先不要搞。我怎么进啊？你的空气啊？哦，是这样哦。可是再移下来，这要两不是不是不是，你那个面是煮的吗？是你吧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是你。所以你要遥感我啊！你要遥感我啊！不是啊，我帮你移过去啊，不对啊，我帮你移过去了。再下来一点，我们移动。啊，你就在那边顾吧。怎么样？能不能直接重来？我做错了一件事情。好，好啊，可以啊。怎么来？所以我们好像要互相操纵，先拿材料。嗯，对，没有，你要先看你有什么材料。哦，我用丢的就好了。走啊！可是我不能丢啊，我都在。那你看你要什么材料啊？番茄跟香菇，香菇在里面。香菇，番茄、香菇、肉。你先帮我挪上去，挪上去，把我的挪上去，帮我挪上去。我的命。靠北啊！雷了，雷了！不能跑啊！番茄的眼，好，就这样。我一上去，我还是只能拿一样一两把而已。还是下一点，番茄，番茄。啊，对对。不怪，龙家具。嗯，哇！而且我切在左边，好麻烦。嗯，你切在这里，对对对对，你切在这里呀、啊，我要开进去啊。对啊，超麻烦的。不会啊，切这样，哎、欸，完全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移动这样就好了。左边一点。那哥，你也可以帮我移动这样就好了。重来了，靠北了。我们两个要移动成这样才能做事哦。哎呀，两个还没左右。一开始就是应该移动成这样子就对了。两个人被吞血吸手了，我真心。两个移动到中间就好了吧？哎、欸，你要贴一点，你要贴一点。这样够不够？这样可以啦，可以过了。这个刚好可以过吧？对啊。然后又可以切，又可以过了。对没，啊，只是你的蘑菇，我要比较麻烦处理。有这样就可以了，有够。刚好多了。你们两个在那边搞。可是我煮好了怎么办？嗯。煮好了。煮好了怎么办？要合并了。就是对吧？你还是要把我移过去。嗯，这样。过去。好，再移来。我的面好了。贪心之人的命。等我一下好，我先把东西移好。你帮我东西移回去，你帮我东西移回去。你帮我平台移回去，我也帮你平台移回去。这样子看看你的状况。好，王家有那把吗？好，那我就把它移回去。好，再移回去。你有需要香菇再跟我讲。好，
有，力量大就是香菇了。这样子就稳定多了吧？现在应该可以稳定上升了。希望。上移一点，上移一点，太可悲了。要，那你要移我的，那个。不想玩呀、啊。嗯，你等我们一下。那个拿不到，我下去。那个拿不到，我掉下去。好好好。好好，游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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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也要移我的啊。你不能只移我，你也要移我的。差一点，再误移后，我都来不及耶。万一你已看人切几刀，我人面都好了。我是番茄圆刀那种，不切，可是好像来不及煮啊。试试看吧。没有。尽力的，尽力的。四百二十一，够差一点点，应该是我们不够熟。要拼吗？不用吧，自强都算了。带他吧，带他吧，带他吧。好好笑哦，感觉还不错。你们要哪？你们要我出去啊？Sorry。好，那退出喽。嗯。目标。好。来。志祥，你要带吗？要。